大家好，坐下。好，没有关系，讲演讲师只是一个名校，那只是一个名称，那重点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内涵。那各位辅导员，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台湾一些道场的这一个青年朋友们啊，来特别啊，这一次他们是来澎湖旅游啊，刚好新逢我们道场举办青少年夏令营，那借这个机会啊，也来给我们啊做一些交流指导啊。这个我请代表我们天雄总坛还有济公庙管理委员会啊，要感谢啊这些台湾过来的这些辅导员啊，同时我更要感谢啊在座的这个一些辅导员都是老面孔啊，表示你们多年来一直在奉献啊这一个青少年夏令营啊，当然啊也有少数几位啊可能初次参加。我们知道哈，我们道场每年七月暑假都会举办这个青少年夏令营。那道场举办这个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帮助这些青少年啊，我们知道青少年就是从国小三四年级开始直到国中啊，国中二年级三年级啊这个阶段。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啊，他的人生的态度观念就是在青少年跟青年时期啊，在座各位也许也有一些啊辅导员是青年，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一些处待人处事一些态度，在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道场掌握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段，我们透过课程的设计啊，我们道场里面的教学组就是在教育界服务啊，家秀老师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啊学校的老师，那他透过他的个人的专业的这个经验以及心得，他设计出一些啊非常贴切，而且呢在学校课程以外比较贴近我们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你可以用得到，而且你可以很容易把它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把这些澎湖这边的青少年啊邀到我们道场来，我们来补充协助学校教育啊，他有一些是比较不方便做到的啊，或者是他们啊没有做到的啊，我们给他做一些补充。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辅导员们呢，你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你们的工作就是透过对这些青少年朋友啊小朋友的一个辅导，实际的一个作为，实际的一个行动，把你们平常或者是过去所学到的一些观念，好的观念或者是好的知识，你在实务上再把它实际应用，用看看，验证看看，这中间呢你会有很多的心得，会有很多的成果，甚至于你会有很好的凭证。这个就是我们设计这个青少年夏令营啊，等于是一个一石二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这两天啊，从明天开始两天的这个辅导的这个活动，我相信各位辅导你
你会碰到一些问题，也许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有经验的老辅导们相信都知道啊，应该怎么样来过去。那也许今年还会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的状况，那你在这一个做中学当中，你会学习。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快乐。你感受到幸福快乐吗？也许很多人都很重视，但是任せておくれよ一にも八にも受け方せず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理由のまない好きになっても結婚しないぞ父さん、父さん、オラは人気者パニック、パニック、パニックみんなが握手するそんな目して見つめちゃってれるよ父さん父さんオラは人間